龙瑞，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美术观察名誉主编。那么现在这个已经它的这个用墨用线基本的这个构图，乃至于它的一些山石的这个结构，还有就是说笔墨的这些基本的形态已经就都画出来了。下一步呢，就是说，还要做一些这个不断的这个调整和逐渐的染色，然后呢，再逐渐的把它最后收拾完成。浅绛的这种水墨山水啊，墨为主，不能够把那个颜色在那个纸面画面上，是吧？和这个墨色相提并论，是吧？要并且还要做到色不爱墨啊，色不爱墨就是说，有时候是颜色比较厚了吧，或者说是这个上颜色的过程，因为这个墨呀，它终究它也是这么一种，特别现在的这个墨汁儿，它有时候在墨之上，在上了颜色之后呢，它就容易发灰。他就容易发挥，他就不精神，层次就没有上墨之前多。所以说呢，有时候上墨上颜色了，要有一个这个度，是吧？不要上的太多。晒东太多了，有花火，甚至还脏。这颜色呢，之前是这个浅绛山水，浅绛山水它的颜色啊是为辅的，有些地方颜色都不一定全上到，并不是说我们染色就必须整个把它照染一遍啊，有些地方有这个赭石，比如说我现在用这
施，对吧？点点染染的，有那个这种暖洋洋的这种感觉就够了。味道有了就有了，是吧？不必说有些地方非得处处都染到，特别这个在整幅山水中呢，像这些坡角比较硬的这些石头、悬崖。一些建筑物，一些树干，略有一点赭石。这个赭石颜色呢，和墨色交织在一块儿，比较亮。比较亮呢，我们就把它用在比较近的这些近景上。比较近，它比较容易突出，容易突出。着色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领，就是色不能够爱墨，啊，色是起到一个不。辅助作用的，衬托作用，它应该让墨更亮，是吧？你不能够越用，反而这个墨色显得很昏暗了，是吧？很昏暗了，或者是灰了，是吧？中国画。它是一种写意性的，是吧？它带有一定的表现性，是吧？真正说，就是像中国诗词诗歌一样，它有一些地方是带有一定的这种符号性，是吧？表现性，甚至还有些象征性。所以说，我们要把这山水画里边要把这些精神理解透。我一直在强调，有很多理念性的东西和我们的技法的东西，它是完全是。一脉相通，是吧？它是勾连在一块儿的。画画，它就是要点到为止。所以说，我们的用颜色是要把那些味道画出来，是吧？包括我说画远山，它也就有个远。意而已，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意字上啊，这个味道上啊，多多体会。这话中国话，你这些道理不明白的，老是技术上那些事儿，技术上最后了还要回归到这些上面。因为这个，我们那天去呢，它是一种比较春天的感觉，是吧？春天呢，也是有一种，也虽然那天呢，那天有点阴天，太阳不是很大，是吧？我们也不是画鲜花，非得要把那些
写诗，就把一种春天中拿赭石先做一些铺垫，是吧？有些地方略有点这种赭石的暖融融的味道，是吧？暖融融的。现在就是用这种石绿，是吧？里边也加了一点这个，让它灰一点，灰一点呢，因为石绿它那个覆盖性啊比较强。有些地方蹭上一点，有这种也是有点绿味儿就行。染色的淡的把味道染出来，然后呢，这个有些地方略使一些，稍微这个纯一点，鲜一点，略有一点。是吧？不要都染得那么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因为我们
是点染，点染呢，它这个比较相对就干得快，所以说呢，我们来把调调继续的还可以去优化。这个提的时候呢，我要看它原来的线，如果说竖线，你可以用横的，比如说这点是竖线，我们用比较横一点的用，知道吧？一个是要把它视要画出来，它这个竖线为主，那么就是说有些地方呢略有一些横线来破的，还有个交织，有疏有密，有的地方要密，有的地方。Thank you.
咱有的这个画画风格各异，啊，追求和想的也不一样。那么有的人画山水，他喜欢比较变数少，比较清楚。他说呢，有的就喜欢那个沉沉甸甸，是吧？很多的点线交织，笔头传动，是吧？笔墨传动。有些特别一些线，经过反复的画之后，它有的就有些线就埋在里头。我们毕竟认为比较重要的地方，我们还可以拿一些比较重一点的墨纯。高一点的墨来提一点，让他反正整张画呀，所谓画的那个笔墨看着比较好看的，他就是有聚有散，有干有湿啊。说这个很特别善于在画的过程中不断的调剂，thank you。
地方千笔万笔，是吧？有些地方可能不出于一笔，是吧？这就是在一种掌控。你千万就是说不要画圆。到处都一样画平了，要想画的不平，就是有些地方要多画，反复画，有些地方就基本上少画，留着。因为这像这个山里头，现在画画画，还是上回说这一块，因为它略是在这个山的那个层次里，它有一个距离，是吧？有个距离呢，其实它也没有这么厉害。为什么现在我越画越把它这个距离感强调了呢？周围空着呢，它这样显得环抱中它又有一个变化啊。要不我们这就是一片，是吧？要用的就是一片。所以说呢，就把这块的营造的过程中呢，就始终把它和后头，那么后头我把这个笔墨集中就在对这些山的上半部做一个比较充分的这种。这个点化，是吧？充分的，不断抻，不断查，不断勾，不断点，啊，让它上边这一带密集起来。它在这一带空开一点，是吧？我在这一带又有点密集。特别是呢，因为在画的过程中留了这么一条这个横线，留出来横线有点什么意味呢？就是它所有的这些线大部分都是直线，是吧？都是一个直线趋势。那么在这块儿呢，横枪进去一块，这个斜线，是吧？斜线它不是为主的，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这样的垂直线为主，嵌进这么一块横线，它打破了所有的这个横线。就感觉到这些在这个线形的这个组织上，是吧？它有些变化，有些趣味，是吧？有些趣味，哎，它往往呢就是营造一点矛盾，营造一点矛盾。在大的这个顺畅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营造。唱一些矛盾，
时候最白的地方啊，拿那个最黑、最浓、最焦的墨擦它一下，它显得里边它不空啊，不空，对吧？你说你去，又是去具体的画线，它也显得多了。这样那块量也要保持住，但是你不注意笔，一点笔意没有呢，它显得呢，那突然间有点深印了。所以有时候越是这种亮的地方，啊，有些地方拿这种最浓、最浓、最干的墨，把它做一个这个擦一下，擦一下它，它就显得里边呢，一个是保持它那个比较爽利的那种感觉，另外一个是它沉淀它的丰富性。那这一代我就画了很多这种比较短的小线，是吧？因为也是强调既要在纵向的这些线的基础上，我们有的地方也要出现的走势，像这个显得这个山，它有一种比较，一个是线条的变化，一个是形态的这种扭曲的那种感觉，是吧？山这块儿的这个线条就比较丰富。你看，在这一块基本上，我们要做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感觉到我们把重心往这块儿这边放，因为这个地儿呢，如果我们往这块地儿转，它就和这块儿重叠在一块儿，是吧？一个是说左右的这个重心啊，从书面角度。是吧？它或者那个，它要错开，啊，要错开。你这儿画的比较集中，是吧？比较这个引起这个视线的注意。那么有些东西呢，上下的叫和它一贯的地方就要错开。先我能够往这边戳一下，是吧？然后呢，再上去，它就这些松紧的那个疏密
繁和简的。你看，这我画过这一片以后，我们就在这一片这一带相对比较这个平的，等于是抓起来这么一个部分，是吧？
这样慢慢的啊，层次很丰富的，把这个坡和它上面的山腹和它下边坡的接在一块儿啊，因为呢。这个层层加染呢、啊，最重要的就不要画死了，一定要留着该留的那些气要留着，它里边有很多小的气，小的。飞白，啊，
有时候在最亮的地方插这么两下，就好像那个指印一样，是吧？有时候刻完印了以后，也比如说我们刻汉印，是吧？刻古咒，刻大篆，是吧？你指完印以后，有的拿了小刀儿在边上叭叭叭叭叭，咱们就敲你，敲一下那意思，就让它毛，让它更古朴、更厚重，是吧？你很光挺，那就很行了，是吧？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画画的时候，这也是有点的意思，插插，插插呢，就让它不要那么暴露，不要那么刻露，是吧？适当的呢，收敛一点。这几笔呢是在这个白的地方的这个叶子，是吧？这个地方的这些叶子一定要用笔啊，要痛快。不要来回在那描，为什么呢？它没遮呢，没有遮呢，都暴露了。所以说，用笔要顺。
画啊，一定要先能够画得进去。画画啊，有人说，有人说，问我们学的是谁？我们学的是他的技法，学的是他的艺术思想，是吧？要能够把一张画啊，山水画，山水画呢，要画得进去，画得进去呢，就是说你笔墨关系，整个构成关系，结构关系，章法。就是说，这些味道都产生在这里。所谓画得进去呢，就是你讲究的越多，你想的越多，是吧？你思考的越多，你关注的越多，它就能画进去。如果你思想上对他没一个认识，你关注他，你想的很简单，只是认识的很简单，是吧？那你就画不进去，是吧？画得进去呢，当然说不等于说都要画得很黑，画得很密。但是呢，画黑画密，首先在山水画中是一个比较难的，是吧？画的比较难，画最密的山水画，画画最简单的山水画，最。人几笔，这是两个最难的。画用笔很少的，是吧？几笔，但是呢，要求功力，说这个考虑，是吧？思考啊，都应该。到了相当高的高度，用笔不多，表达的东西多，是吧？表达的东西多，那是很难的。反过来呢，千笔万笔，是吧？黑团团，墨团团，还要。乱而不乱，是吧？略而不死，啊，黑而不僵，是吧？还做到里边有法度，是吧？有法度，是吧？还要见笔，还要见墨，它也是很难。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呢，这些方面呢都要关注它，都要关注它，啊，都要关注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同学中啊，他也有一些呢。我们通过这几天也看了，是吧？有些同学呢，已经对这个山水画有所掌握了，有所掌握。
重要的呢，在这个时期啊，不要形成一个壳儿，是吧？所以一个壳儿，就是说你这张画怎么画，你那张画你还那么画，特别有些这个人呢，他在这个画了一定的年头，也摸到了自己的一些规律，也有自己的一点语言，那么他呢，这个语言就不求生化了，就一直就这么画，一直就这么画，画到最后呢，就结了一壳，是吧？结了一壳，再想画别的样式呢，就画不进去了，是吧？这个壳在这儿主张的。所以说呀，这个画画啊一样，就是不要求熟太早，是吧？求熟太早，是吧？你终于挂呀，人家挂还没熟了，你先熟了，先熟了个儿肯定大，是吧？你时间短了啊，是吧？所以说这个不要求脱的这个老病，也不要求熟太早，啊，特别是也有一些因为从事这个教学也有一定年头，有些同学是吧？哎，已经还小小有点名气了，是吧？但是呢，他那个语言很简单，他老是一二三，一二三。我说你这跟跳舞似的，你老跳这个慢三步，你给我跳一个别的步伐不行吗？是吧？你都能跳，是吧？我探戈能跳，我这个什么其他的什么扭转我也能跳，是吧？你不能跳这边，咱们老跳慢三步，是吧？他就是一二三没了，一二三没了。你单纯看他一张小画哪儿发表了，你看看，有点意思，这几笔还有点意思，是吧？有点意思。但是呢，就是没有更多的办法，没有能够画进去。所以一开始啊，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画画的，是吧？在这方面的追求呢，要高，是吧？要高。你认识的越多越深，你想的越多，他自然就高妙，他就能够有更高的追求。所以说呢，不要求脱太早。
送一点的颜色点子，是吧？春天有那么一点，这些东西都是我说，就是都是有点的味道就行，多了就俗，不好看。当然有时候在这个吃饭，还有时候一边说一边讲，是吧？因为呢，还有咱们一个课时，所以说有些地方啊，细致的地方还小，所以说这个。特别是画这种比较密的、多变这种，这个沉沉这个点染，沉沉这个穿插，这样的画，画法。我觉得呢，我们每个画山水画的都可以练，都可以练的，不要就说光画的挺干干净净，画到哪儿就顶多画黑了，是吧？就是说这个积墨法，那个泼墨法。沉沉家人一定注意的呢，就是刚才说了，不要画的画死了，是吧？自己要善于把握住自己在什么地方要留气，是吧？最密的里边也要见气，见空灵，不能够把那个最密的地方堵死，是吧？而稀的地方，用笔少的地方，味道要够。虽然我用笔不多，但是我把那个味道说清楚了。我只是不想再多说了，是吧？不要说用铅笔的地方画的少的地方，就好像交代不清楚，是吧？含糊糊，不是那意思，是吧？就是说我们画的有疏有密，有浓有淡。密的地方是让它呢要有活气，要空灵。反过来稀的地方呢要充实，是吧？就感觉那几笔高了，结构也有了，山势也有了。笔墨的那点味道，那点线也有了，是吧？我说一说，我觉得这些方面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还有其实这种画儿啊。相对说起来，还可以把它挂在墙上反复看，是吧？反复看，我就发现这个什么事情啊，都要反复看，是吧？
上潘家园儿，是吧？有时候我们去找点儿古董，或者找点儿什么，经常你就是慌着神儿的看，肯定傻了，是吧？你别急，有些东西啊，你今天看，明天看，它终究有一种感觉要出来。那个真东西和那个假东西啊，它做的仿的，它那个气息还是不一样。你要看着少呢，第一眼就让那个假的给蒙了，是吧？你反复看，反复把玩，反复对照，是吧？他就这个画儿就是这样，是吧？他有时候挂在那儿，今天感觉画的够了。看几天就觉得哪个地方还不够，啊，还不够，或者说呢，即使这张画上改不了了，下张画咱们注意了，是吧？下张画注意，就是说，有些地方，哎呀，当初我那个地方啊。要是画成横线就好看，是吧？我给它画成竖线，或者说呢，那个地方啊，我留空就好了。但是当时呢，没想到那么多，给填上了，是吧？等等，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说。所以说呢，这张咱们今天就把它画在这儿了，画到这儿。当然说，因为是现场画的，略显粗糙，啊。那么这张的这个。示范，今天我们就上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啊，咱们。